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孙少奇。最近好多人说我好像又胖了，既然胖了，今天晚饭我就不吃了。但是不吃饭，零食终归要吃一点的吧。搞点小零食，这也是粉丝小伙伴推荐了我很久的一个地方特色美食，活猪子，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毛鸡蛋。记得我当时在南京上学的时候，那边有很多人卖这个的，在当地还挺受欢迎的，一直没有鼓足勇气吃，今天就来挑战一下这个毛鸡蛋到底有什么威力，真的像人家讲的那样那么有特色吗？我先拿去加热一下。好的，回来了，我用高温热了四个，还有剩下的一部分没有热，待会我尝一下热的和不热的两个口感有什么不一样。卖家送了一包辣椒粉，里面类似孜然什么的东西，外观上看和普通的鸡蛋是一样的，里面还有液体，外面都是有点黑的。看人家吃说的这个液体很好喝，像鸡蛋黄放了盐的味道，外观不是很好看啊。哇，哇哇哇，上面有点黄，有点像肉，又有点像蛋清。好硬啊，这个白的地方就像在嚼那个软胶塑料一样，黄的地方，上面这一块泛红的地方有特别腥，看一下调料试试。特别腥啊，本来是想拉着我老婆一起剥的，她死活不吃这个，看到这个就害怕，应该很多人接受不了这个。我买的是13天的活猪子，他们说的第13天口感和味道是最好的。吃一个，这个水我喝不下去，它没有味道。粉丝来一个，我也吃不来这个味道。在我的感觉，吃也能吃，但是不好吃，吃多了肯定会腻的那种，必须蘸很重的醋和有辣椒才能咽下去。上面看的有点小恶心啊，凉的就不吃了，我估计更接受不了。不建议大家像我一样买这么多啊，可以买一个尝尝。我看了这个剥开的样子就没有欲望再吃了，吃了第一口就不想再吃第二口了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